那现在买五万，五万，什么东西啊？五万缅币耶，一块矿区五万缅币耶，这个洞就是你的了，你要挖，你要挖多深就挖，那你可以使用多久？是可以挖，挖到你不能挖。所以那是一个翡翠的一个界面呢，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值多少？请见价。哇！今天晚上11点，敬请锁定东森财经新闻台《梦想街57号》。